在美国，一名男子与友人在周末时候来到了野外的河边捕鱼，准备每餐一顿。当他们兴奋地来到河边，其中一个朋友迫不及待地跳入了河中，开始在浑水中摸了起来。另外一位朋友却站在河边迟迟不行动，看着自己在水中摸得不亦乐乎。另一位朋友却突然要往河边的水管中钻。男子的奇怪行为让他的朋友目瞪口呆，他们是来捕鱼的，他为什么要钻进那个管道里呢？但是他还是悠闲地蹲在管道里，难道他在里面乘凉吗？朋友们在一旁哈哈大笑。